老公啊，我想跟你说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两天你就是很辛苦了，完了妈妈也很辛苦待在这，你看我们三个人就睡一个房那你就想行吗？好好跟你说话，温柔呢？我在你要干嘛呢？我没干嘛，我好好跟你说话，就是想学雅雅姐或者学他们温柔撒娇，你都不接我茬，我觉得雅雅姐屁股上有肉，你这没肉割的腿疼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不得不八卦，这个地方完全听得到隔壁在说啥。要不，好吧，没有，哎呀，我还没话没说完呢，你。好好。是你出去背剧本去了吗？没背剧本。背剧本？背剧本。老婆，你的眼睛都往这儿是啥意思？你在干嘛？你就接着他别说话，然后亲个嘴，用嘴堵住他的嘴，亲他，亲他 ，Kitty， 不要给他说话。好、哦。干啥呢？呀，这个好几个摄像头。哎呀。你喝的什么酒？喝了一口好吗？哎呀，那酒里头有药 啊。有什么药？老公，你的腿酸不酸呢？我帮你按摩一下啊、哦。你要不要我给你按摩，老公？好好好。好。嗯。好。哎呀，你吓人呢！大哥，你刚才那么笑，特别像陈芊芊。你刚刚那笑声有点陈芊芊是吗？走开，好烦人，快躺下。咱俩去偷听一下。按摩，谁给谁呀、啊？羊出来了，哦，倒过来了，怎么了？啊，很奇怪，气氛很怪吗？很怪异。在干嘛？然后竟然是文文回来给羊说按摩。老公你好 man 啊！老公，你好 man 呢、啊。你有事啊？你在想笑？别好大的多了。